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逐渐飙升，政府宣布明天起落实行动管制令，直到3月31号。阿哥，有男朋友了没有？哥，隔壁邻居的孙都要结婚了嘞，要不要我介绍给你呀、啊？我朋友的儿子很不错的嘞，我给你看照片啊。来，你看，哇哦，帅哦！左一点，右一点，左一点，右一点。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醒了，几点了？快点起来了，现在换衣服了。